人是想吃烤羊肉吗？冷静，你不要这样看我啦！谁送十分订阅我就砍下去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，生气的人引起纷争，忍耐挑起争端。妖王耶稣，妖王耶稣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哇！之前偷到他的十分订阅，这边有刺客啊！Imposter！那个地的友谊就是用钱衡量的。Emotional damage！我帮你放狗，我帮你放狗。